双手要靠的是连贯力，双手在用的时候不是两只手，是贯穿起来的一只手。看不懂啊？所以两只手动没有用的，没有用，是要贯穿起来啊。那贯穿怎么练？就是这样练，这样去玩它啊。好，那你们的第一阶还是要练啊。所以到第三阶了，你们第一阶的东西还没有很扎实啊。好，这样行吗？好，下礼拜见。下一阶会稍微累一点啊。哎。